热烈掌声欢迎廖树文廖老师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这样应该大家也听得到我的声音哈。那么，来，我们今天的这个资料呢，刚简报在这边哈。那现场老师，如果您刚刚才进来，没关系，来在这里。好，您只要打上这个红色的这个内容，把它打到我们的网址这一列。您就可以找到我们今天的简报了。那因为像刚刚杨老师讲的是客制化的，所以我简报昨天才给哈。哎，好，有的老师可能哎，对对对，好，来，好，所以那个以前大补帖都是非法的，但是我们今天上课都是合法的，所有的这些内容大家都可以带走。OK， 好，所以。您现场老师，您还没有找到我们简报档案的，没关系，好，就在这个地方您稍微找一下，这样待会儿您就会看到的。那么这一次简报我特别把它，因为反正要开学了哈，所以我们就找比较欢乐一点的。我很少简报做这么活泼的，好，让大家可以稍微就是用一下哈，感受一下。那这些东西呢，其实我们很多我们在用的哈，其实效果，因为平常如果大家曾经看过我的一些教学啦，或者录影片，可能你就会发现，哎，有些工具其实我常常在用，效果也很不错。那比如说像这样，对不对？那当老师们呢需要看到自己的时候，我就会把你们抓出来秀一下，有没有？大家都有上镜头。OK 哈，所以像这些工具啊，其实。都蛮好用的，就看老师您的需求这样子。好，来我们看一下有没有现场老师您的那个简报档案，这样都有找到吗？哎，这样好，如果您还没有找到的，可以先拍起来，没关系。好 ，OK。好的，来，那我就先收到我的右上角啦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哎，这里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些内容哈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第二页这边，这里有我的一些简单的介绍哈。那除了就是，基本的资料以外，我想各位您可以比较关注在右手边这边，就是我有经营部落格，有 YouTube 频道，那也把我比较常用的一些主题的部分呢，我就分门别类整理成不同的这些 Google 的数位学习协作平台。好，那像跟我们今天比较有关就是这个哈，所以等一下呢，我们会一起带大家来看一下，这样还可以吧？可以，好，那。我也有提供官方的 LINE ID 哈，所以呢，各位如果您回去之后啊，使用上有任何问题啊，也欢迎您可以透过这个 ID 来跟我做联系，那我会尽快的跟大家回复这样子。好的，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简报第三页这里。其实因为说真的哈，工具很多很多，那这些工具呢，各位。今天时间有限，所以我不可能全部都介绍完哈。那我都把它整理在这个翻转教学现奇迹的这个 Google 协作平台上。您进到这个网站呢，我有针对我平常有用的这些内容，我都有分门别类整理。那您有兴趣的都可以到上面来观看。那这些工具，其实我们用这些工具的目的，并不在于说我。要怎么样？一定要用哪一个才比较厉害？不是，它这些工具呢，就像我们的这个，各位有看过神奇宝贝吗？对不对？小智的那些神奇宝贝一样哈，数量不在多，在于什么？使用时机，对不对？今天你如果一次要用到好多个，其实也很麻烦呢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看老师的需求。哎，今天我适合用这个。哎，比如说我今天我用这个。萤幕的绘图的工具，哎，我觉得比较不错，那我就拿来用。可是呢，可能
有些时候，像有些时候我在用这个，我现在这个荧幕显示的这个部分，好，摄影机显示的这个，有时候有些电脑就不太顺畅啊，那我就改用其他的。好，所以你的使用时机很重要，哪一个适合这个状况，我就拿出来用，对不对？不能每次老是都用皮卡丘嘛，哦，这样也不行啊。哦，所以呢，这个是让大家参考一下。您在右手边这边就可以直接进到我的这些部落这个平台上。哦，那不是只有这边，后面还有。那我可以肯定的是，这里面的文章都是我写的啦。最近统计一下，我写了大概800多篇吧。好，那就认真一点整理起来，那这样大家用也比较好用，我个人自己使用也比较好用，所以整理起来我主要是我自己受惠最多了，那就也开放给大家做做参考这样子。好。